加入双水之后哈，那个你看老头也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印象中不会爆炸，不会爆炸我们就来用哈。加进去之后，它应该是在产生反应，这可能是氧气，这可能是氧气，然后它里面在起作用。OK， 然后这个也有加类似的量，但为什么没有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希望人工做出来，它有，对，而且为什么它下面会有一圈，就是感觉有分离圈，对不对？上次有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当时是活的耶。你知道前两天才宣布化学那个化学诺贝尔奖？对。嗯，我们这边会不会有机会？那右边是什么？